嗯，叮叮叮，有人偷袭。帅哥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事，我随便看看。哦，看看呢，来看看，要什么菜？嗯，我不买菜哦。你不买菜，你站这里干嘛？玩，玩个屁！不买菜，走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那我买一点吧。哦，要点啥？来点土豆吧。你看这点够？够不够？再拿两个吧。你看这些。玩。你蹲下去干嘛？锯鞋带呀。你这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你看看这些够不够？哎呦我的妈！够！够啦！嗯，老板，全部帮我切成片。我这里不帮忙切片的哟。我都看到你帮人家切了，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啊？行吧，你要切多薄啊？跟乐视一样，薄到透光。哇，真的薄到透光啊？这是怎么切出来的？好好跟人家学学，乐视可是有标准薄切工艺，控制原料土豆片厚度在 1.3 到 1.4 毫米，正负 0.05 毫米的切片误差，又薄又匀，这样做出的薯片才能有这么薄脆。啊，真香啊。学什么学？土豆切不了，一共60把，自己拿回家切去。60把？这么贵啊？整车都给你装完了，你看。哎，我脚底还有100块，土豆60把，还剩32，嘿嘿。行吧，手机套给你。What？ 这什么玩意儿？练功剑，拿着赵老板给我。这便宜又没有捡到，还白白花钱买了这么一大包土豆。哎，幸好还有这么薄脆的乐视土豆陪着自己啊。这土豆。只能拿回家做菜用了。